很漂亮。我跟你讲，我听我解释一下，那个沙是从下面吹上来的，自然景观。对，你看那边那一坨沙，那边啊，就从海滩上，因为风很大嘛，这样一直吹，就常年累积。有哦，当地导游有哦，有有有这样哦，很兼差啊。对啊。
再一次。你翻一次我看。被压死在下面，对不对？